在六十一市教育局处先前几天，爱联合来推动台湾罗马市团结人票，因为客家市立委要求讲爱尊重各族群的平等认同。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因为作为建议，在团教育部推动的台湾好乐意罗马市平等方案，将称作台湾罗马市平等，不会影响到其他族群的平等方案。教育部在强调更加的语言政策。是写母语，再个法语，最里面人英文，推动的平行方案没没改变。同民进党执政的桃园市教育局处召开的联席会议当中，今天未来将会向下推动推翻罗马市好容易引票，每周会将教育部关于推行委员会投票四年的时节推动的推翻好容易罗马市平行方案，同其工作是推翻罗马市。教育部定一套，那我们想要去赶快去努力去推行，一定要有人说一定要冠上闽南语三个字，就是教育部嘛，说有一句话叫做文件会，叫做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大家都说文件会。现在各母语人的平音的通同复杂，教育部关于推行委员会为到的方便推动本土教学，就是新年就针对年初明年年公布统一平音方案，年初明年年书写内通，就是五年公布推翻好容易罗马平音方案，客家话部分，到九十八年修正过后公布推翻汉语平音方案。客家语、闽南语跟原住民族语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台语，好，所以我想这也不是一个独占的。那这个其实教育部都已经行之多年了，也配合本土语言的一个教材的实施，在教学或是课程方面，或是台湾母语日的部分，我们都已经有在积极去推动。六阳六阳市教育局处推动的推翻罗马市好容易引票。客家立委邱立宇没懂主意，因为罗马市没办法写出客家发音，故作延时政府头加强推广用好罗马为主的好容易印票的时节，客家并没使用推罗拼音。客新闻冯小康、冯子涵台北报道。